坦白讲，这是大概这个演讲，但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主动说我想做演讲，大概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我相信我不会再干，应该不会做这个事。为什么做这个事呢？我不要，你们这是一学期一学期的课嘛？对，我讲了，老师不要生气哈。因为我很多的同学，优秀的同学，但是我们因为不够优秀，所以人家不够没有找我们。所以优秀的同学呢，上礼拜、上个月啊，不，上学期呢，纷纷来讲。我刚才看到门口你们系办公室、资工系办公室，好像都杰出校友啊，杰出校友。但是每个人给我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听的人不多。所以其实我必须坦白讲，我今天讲来讲，本来主要的目的是想念一念学弟啊，年纪大了哈，我是69年大学毕业，本来想念一念学弟，但是呢，那个王老师上礼拜传给我说，选这个课的，我发觉资工系，请麻烦资工系举手一下。对，这就我的问题。我发觉，好像资工系不多嘛，其他都是别的系，念了会有觉得有点伤人呐。好吧，我只想讲一句话啦，就是说，这种请人家来演讲，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演讲这样，其实这是双向的哈，就是说你们大部分学生的反同人的反同学的反应，其实对 speaker 来看都是蛮重要的，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说，这个学生这个学校，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哈，那对将来整个的一个。我觉得对 career 来看并不是一件好事了哈，你就算我们讲的差，也是稍微勉强一下。这个比较声音比较好。我相信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些收获的啦。听到一句话或什么都可以哈，好吧，不啰嗦了哈。就说因为我毕业的时候，你们可能大部分都没有生出来哈。我儿子跟你们一样大，大四的哈。那我当初他考大学的时候，我只建议他啊，因为现在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也只能建议你了，不要填资工系资讯相关的，其他都可以。对不起哈，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在我那个年纪，我们资讯呢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当做专业，我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我可以做的也不错哈。那但是呢，现在来看，资讯是一个必备。在我整个 career 的，在我整个工作生涯，我等一下稍微介绍我自己哈。我碰过各种各样人呐、来做资讯，而且说实话，做的不会比我们读资讯的差。有什么服装设计呀、甚至有台大医学院的啊，他做了几年的医生以后，他觉得啊不喜欢了，他想来转资讯。他只要逻辑清楚就跟讲话一样嘛，其实只要你会讲话，你逻辑清楚，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做出来，写了一个好东西，写一个好程式。所以今天来看，我想分享的哈，主要就是分享怎么应用。我们不谈技术哈，就我希望大家 open minded， 就是大家开阔一点哈，就是你可以其实有很多的想象哈。所以我们今天比较用闲聊式的哈，不用太拘谨哈。我稍微简介一下我自己，我69年大学毕业，然后当然呢，为了报效国，当了2年兵哦，不是当官哦，当了2年兵，71年退伍，然后回学校当助教1年，本来想出国读书，后来那个时候想，哇靠，出国读书我一定要读到博士啊，回来就30几岁了，那想想算了哈。我在学校的时候做过系带哈，所以我对学，这个系是有一些感情的了哈，这样子。但是那感情慢慢在淡化中 ，OK。然后72后来就读淡江研究所，读了2年。70到了研二的时候，同时我考上了电信特考，相当于高考哈，在电信局做了1年啊。那一年我常常跟人家讲，但是拜托不用跟别人讲，我说我那一年最大的贡献呢，对电信局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我坐的那张椅子修好了，因为每次坐起来都会歪歪的哈，因为做了1年事。那一年我学到什么？我觉得专业经验可能比你的学问会考试更重要。因为我只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要去跳线拉线，那老师傅呢就说 OK， 他拉了一条线就这么长哦，你要把这个头去掉，然后要接上电线嘛。
我就想说啊，这就一讲，哎，断了。你各位有没有弄过电话线？那线很细哦，断了，断了，断了。哇，抱歉，不够长了，整条线就作废了。哈，就是说你会发觉，哎，其实那经验哈，这些技术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做了一年以后，我就 quit 了，以后到当然也去找了一些工作啊。后来决定到资策会啊，那时候是民国74年，我进资策会了。那做了几年，我这 career 很奇怪，我大概总共才 coding 过100行，这辈子啊，100行以内。我现在很多资讯资工了，我就走经理人的路线了。后来我们从资策会 spin off， 我就从经理协理一直做到总经理啊。民国80几年、90年、快90年的时候，我们公司被伟创并了。伟创听过吗？哈，伟创现在叫上市公司伟创软体，哎，我还有他的股票哈。所以这样子一路过来，到了93年的时候，伟创并了以后，我又离开那边，又回到资策会，以前老同事在找，那就回到资策会，本来想退休了哈。我想这个我简单的一个 career， 从分分合合啊，从整个这些工作的经验哈，是有一些累积啦。等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那我今天想讲的是农业。我想不管做什么，我们在资讯用到什么产业啊，我看到你们里头有机械的，有水环的，有各种各系的哈。其实你最主要就是说，哎，到底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讲，资讯只是黑手，就说我资讯拿来做农业，农业没有资讯也不会怎样啊，对不对？说实话，现在悲哀就这样子。哎，你今天就算手机很伟大好了，没有手机人一样可以造火啊。我觉得可以活得还更好嘞，对不对？会反而更辛苦啊。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在做这个一个行业的时候，首先最主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对那个行业有一些了解。我举个简单例子，扣件业，各位知不知道扣件？螺丝业，我认识他一个董事长，他就说。他是清大毕业的，大概比我大个2-3岁。他就说，只要那个人家来跟我谈扣件业啊，他说螺丝这样一箱一箱啊，一盒一盒啊，我就根本谈都不谈。请问一下，螺丝要用什么单位去算？讲，要讲行话嘛，对不对？各位知道吗？有没有冈山的人，男子啊，冈山？螺丝要怎么描述说这一箱箱，这一盒盒？他说：“只要人家跟我讲这个，我就根本谈都不谈。这不是懂这个产业的嘛？要讲一桶一桶，为什么？螺丝是螺，是钢，是铁，你把它放到纸盒、木盒里头，不可能嘛，就卡在那嘛。所以他们都是用那个汽油桶啊，那种桶一桶一桶，哈，像那种铁的装在，才可以装在那里头。其实很多的事就是一些 mega， 但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农业是一样。”那我们轻松一点，刚开始我也分享一下，哎，我为什么会去结合农，会去对这农业有兴趣啊？请问一下，家里这边有，哎，这样好算了，还是不要问好了。就我这样问好了，对农业有兴趣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除了吃以外，都没有兴趣啊。OK， 就是我的意思说，哎，我们必须要对一个，我们一直在想说，我刚刚讲说我儿子读到大四哈，他现在突然有。前2个月突然跟我讲，他在南部读了哈，因为他立志离家远一点，所以他跑到高雄啊，到汐止湾那边去读。他就说啊，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要读什么了，我想从大一再读起啊，但是他想出国去读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就搞清楚自己在想要做什么哈。那我这边也是分享一下，哎，到底我们在农业做什么哈？所以我分享一下在。我住在内湖那一带，有一次跟老好久以前跟老婆散步，然后就走到一个地方，哎，他那地方有租菜谱的哈，就菜谱有在租，你看这里头就是租菜谱的哈。OK， 那这地方算是蓝雀保护区，这知道这蓝雀知道吧哈？这个是这边也有老鹰哈，大冠鸠哈。然后呢，大家就种。各位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看看你们的水准到底到什么程度啊？知道这是什么植物、什么东西吗？看得到吧？啊，什么东西？有没有人知道？都没有吗？这应该茄子哈。嗯。哎，你们都习惯这么沉闷吗？
还是上课这样，还是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也没关系啦哈。然后 OK， 这里头就这样子，菜谱这样子五条哈，大概租五条，这是他们租的人自己弄的，他把墙土堆高哈，大概一年差不多10000块上下啊，就租金啊这样子。那这现在这种东西在台北市还蛮红的哈，就是有一些就哎自己租了自己吃啊这样子。啊，这就刚刚那茄子，那有人在那就种得漂亮啊，对吧？那有人就有时候就看起来就是一片杂草哈、啊。你看这就也是这也是人租了以后啊，刚开始很有兴趣，然后最后呢就变这样，这边看得到吧哈、啊？就变成一个像杂草一样的啊这样子。但是呢，就美其名就自然农法，大自然农法，我就种下去，然后就哎让它自己长啊，不施农药啊哈。啊用一点肥料啊，有的自然农法真的可能甚至连肥料都不用了哈。啊，哎，那这个总知道吧？这个是什么？本来我在想说拿500块坐桌上，大家讲对就给他，猜错就给我50。各位知道这颗是什么吗？木瓜。木瓜啊 ，OK， 好，这是木瓜，就有人种木瓜了哈。那这个看得到吧？这个。这个总知道吧，哈，南瓜啊、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种的时候呢，因为呢，他不是专业的农夫呢，就很辛苦，就很呵护了，哈。像这个苦瓜，这个是什么，知道吗？啊、嗯，这个其实跟这一颗是这样子，这样大一点，南瓜啊，像牛奶南瓜的这样子。他就有的人呢就把它罩起来怕虫吃啊这样。你看这个人还拿安全帽去把他的这颗应该是可能是冬瓜吧哈，就把它吊起来哈。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蛇瓜嗯。OK， 这是番茄哈。好吧，各位知道这是什么种的番茄？现在大家一直要去买嘛，有知道芋泥吗？知道芋泥为什么比较贵吗？当然是比较甜嘛，但是它的皮比较薄，它的甜度比较高。那为什么会比较贵？因为它比较难种，因为皮薄，气温一变的时候就会裂果啊。所以假如我种芋泥的话，我大概在台北种，我讲的我就是一般的啊，大概可能就2层3层啊。啊，就是你，我说你可你咋长了100棵，你但可能只收到20棵，因为很多都裂果了，而且也没办法去种到那么好吃哈。但是有的时候太甜也不好，他们会喷一些葡萄糖，嗯。OK， 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难度就很高了。最近比较夯的咖喱的主要家里的咖喱的主要成分知道吗？姜黄啊，假如你们去过印度。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印度，我不太喜欢那地方，去了2、3次。那姜黄的主要成，那个咖喱的主要成分就姜黄哈。那这个是生姜啊，这葡萄，这个那田里头就有很多的，哎，这个我在想找不到人，有的时候那原住民，其实这是我这一块是我的田，就哎原住民会来，哎，因为法国的那个瓜牛是白的。好吧，这个是什么？知道吗？这个大概只有这么大只啊！哈，不要以为很大只啊。这长得有点像，因为动物啊，就它就自然会去保护自己哈。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毛毛虫嘛，对不对？长大是变成蝴蝶，什么蝴蝶？嗯。知道吗？凤蝶啊，你看长大可以变成那么漂亮啊！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我觉得是蛮有要有兴趣了哈。当然我并不是说各位，我想不管你在从事什么行业，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找到你真正的有兴趣，再加上你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哎，其实你的工作会很愉快哈。但你的工作愉快，你就比较容易去赚到更多的。哎，
因为你会投入更多，你就会有成就。这成就可能包括 position， 包括钱哈。OK， 我再稍微来简单一下，我们在讲农业，农业当然经过了几次了哈，我们不是一个上课哈，所以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啊，早期一直到了在500年前，其实你看农业整个发展很快，500年前的时候，人类才开始做犁作了哈，到了第四次哈。第四次也大概两三百年前才开始圈地啊，去做工业革命的一个前身哈。那到了1945年，各位想想，1945年也才60-70年前呐，才就做了所谓的一些绿色的一个革命。那其实最主要是什么？人口不断的增加，但是呢，食物越来越不够嘛，所以要想办法。所以从很多的事情都一体好多面了哈。所以我们就看绿色革命第一次的呢，1945年，那他就为了去做品种改良。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品种，就台湾的品种改良就很厉害啊，对不对？像那个木瓜好了，或凤梨好了，什么台农几号台农几号，像那个地瓜也知道，各位啊，就台农57号台农66号，大概各位吃的都是这两种地瓜。黄的呢，你要去装行家，就是跑到菜场，假如是黄的好的哈，像 Seven 啊或全家在卖那种烤的黄地瓜，就台农57号啊。然后呢，红的呢比较好，就66号。到目前为止，这两种是最好的啊，就57号跟66号。那他就透过品种的一些交配啊，去做一些改良哈。那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增加它的一些产量。那当然到了产量增加之后，就会想增加口感，增加好吃度。到现在呢，最近来看1990年开始，大家都讲什么基因改造基因改造，大部分很多人都听到基因改造就会有点怕怕。但是各位想想看，我觉得很多的事，各位给各位一个 back to the basic， 就很多的事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回到原点，为什么要基因改造？当你在非洲，你在印度，或者你在以前的中国大陆都快饿死的时候，你会在乎那东西是不是基因改造吗？对不对？你都快饿死了。那所以其实基因改造最主要的目的，当初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产量增加，第二个呢，希望能够抗一些病菌，因为这种病虫害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其实基因改造，我个人啊，就是说当然它是不是有一些会造成一些什么负面的或什么，yes maybe 啊，但是到了每一个人的每一种人的层级需要的不一样哈，所以其实在基因改造的时候，我想当我们在跟人家谈的时候，也不需要这样子，大家讲什么我们就什么哈，都变恐惧哈。所以从绿色改变，当然好处来看呢，我就解决了饥饿的问题，我就帮助了落后国家的一些经济发展，因为他吃得饱，自然就会想做一些事嘛，对不对？做一些更多的工作。但是呢，他可能要造成什么环境的一个恶劣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去过梨山？我大概2-3个礼拜前，本来我是从去年8月就报名去摩洛哥的啊，今年3月去，结果呢，去前的2个礼拜，后来决定胆子不够大。还是放弃了，赔了大概40000多块一个人。那还是有人去了以后，他们就玩了2天就飞来飞去，就飞回台湾了哈。我所谓飞来飞去，因为摩洛哥就锁国啊，他们就开始其实就蛮辛苦的了哈。那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看，假如你去那梨山哈，各位假如最近有去过梨山或高山的时候，为什么会去讲说亲近农场或什么，那啃的已经很恐怖了。他为了要去让果树成长，他就放了很多肥料，变成因为他树来不及吸收肥料，就一路就冲下去，就造成底下的水库的优氧化，除了什么土质啊，除了土的疏松啊，山崩那些以外，会造成整个水的污染啊，所以其实会造成环境蛮大的一个严重的哈，因为大部分的肥料都是所谓的合成肥啊，化学的这样。那另外当然呢，就加深了贫富的差距，就是有钱的人去做种子，去做大量的生产，没钱的人他只能大概就越来越辛苦，但是他或许可以温饱了。OK， 在我们在农业，我们也常常听到的哈，就是惯性哈，就
惯性，一般的我们在讲的是一般是用农药啊，或是用一些我讲的所谓的农药，不是农药也有好的坏的了哈，就是有一些像好年冬啊喷了杀虫剂那种就不是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嘛。那惯性的一般就是希望在最小的单位有最大的产量哈。那但是呢，它我刚刚讲了，它用了很多合成肥，所以它对土质最造成了一些污染。那有机的呢，一般来看就有机它，它用的就是比较无毒的了哈，应该有机应该比无毒更高级一点哈。那就是其实它就，但是它的生产量就会比较少，它不会用一些快速肥，它就用一些堆肥啊，或者是用一些那个生技的啊，一些生物去克彼此相克的哈。那它大概都产量一般都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好吧？这边给各位一个调查，这是好多年前一个中国时报还是联合报做一个调查哈，北高两地对有机食物的信任度啊，好吧，我们讲不信任度啊，你觉得北高各位相信有机？你今天在菜场买一个有机，你认为50%相信的，请举手，是不够吗？50%相信哈，有没有高于50%相信的？啊，40%相信的，你们是手都举不起来，还是真的不信啊？30%相信的，就相信哦，我觉得相信有机的哈，都不相信的举手，像我根本不相信有机。哦，好吧，啊，现在奇怪了，现在一直在讲说学生越来越互动，好像那个调查70%是不信的。啊，就不信。所以但是呢，当我们去接触了很多有机农，也真的发觉有些很多有机农蛮辛苦的去做的。好，等一下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但是有机就做的时候，你就想，它的产量比较少，它的付出不会比较少，所以它的单价当然比较贵啊。我自己在做农业，我得到两个结论哈。第一个，太漂亮的蔬菜不用买。第二个呢，买菜不要杀价。啊，实在太辛苦了哈，这样。那当然，另外一种就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可能比有机更高级一点哦。我连那肥料都不用啊，我就利用大自然啊。你像那个我们现在那个森林里头，树也长得很漂亮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这种比较像大自然农法的自然农法的哈？那惯性农法来看，刚刚也就提了哈，就是但是它最主要就是，其实台湾绝大部分95%以上大概都是惯性农法。我先强调惯性农法不是不好的哈，它只是在必须要在一定的要求下规范下，譬如说我在施了什么药以后多久内不能采收啊，那这些都是很多是惯性农法的哈。那有机农法全世界当然慢慢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越来很多人越来越 care 自己了，就或者 care 这样。那台湾的有机的大概现在当然好了一点了哈，1%多，但是这统计哈其实不是那么准呐，大概你可以看到的1.5%上下的一个比例哈，这样子。所以呢，他这里就说，不准使用，请家里有务农的吗？也没有哦。OK。自然农，各位知道日本有一个那个什么苹果爷爷，有听过这个人吗？你听过苹果可以没有保存期限吗？在日本最近有一果农就发现他的苹果整整放了2年都没有腐败，只是枯萎成苹果，为什么不会出来？发出了这个淡淡的香甜滋味，还可以吃呢。最终发现原来果农用的是不施肥料跟农药的这种自然农法，只是控制害虫的数量。但是这样做就可以让苹果不会腐烂吗？国内专家不苟同，但到底为什么？荧幕不出来，好吧。我想这个应该这样讲了，就这个我用嘴巴讲的好了。他有一本就几本书了哈，那他是原来他
他在青森那边种苹果，结果呢？结果后来发觉，哎，他的附近很多人因为农药中毒啊，他老婆也是因为农药就很那中毒就不舒服哈、啊，所以他就说，哎，就开始要用种用那个所谓的自然农法啊，这样子。那当然呢，这附近所有的人都笑他，因为呢，附近所有的人在施农药，所有的虫都跑来他家吃苹果了，吃那个果树哈。那他也就冷嘲热讽啊这些。那最后呢，他就想了，想不开，就跑到森林里头树啊，找到一个那个树，就想要自杀。那个好像是柿子树。那他自杀了以后，哎，奇怪，他就掉在树上，然后咚就断掉了哈。然后他就是没掉，就他掉下来，他就突然就发觉。哎，奇怪，这个柿子树长得还蛮漂亮的，为什么那个掉下来那地也很软呢、啊？意思就好，哎，其实大自然里头本来那个树叶落了以后，它就自然变成化腐烂了，然后自然就变成了一些肥料了哈。所以呢，后来他就用了一些什么，譬如说他连肥料都不施的哈，有机也不施的，他就用一些像用一些米醋啊去喷那个。喷那个苹果树，让那苹果树能够做一些防虫。各位知道吗？就是虫有好虫有坏虫哈，不管人也是有好人有坏人。当然坏人多的时候，好人就出来啊。好人多的时候，哎，坏人其实我举这边插一个话，就是这应该是康熙吧？有人在问康熙，就说，哎，奇怪，你既然要整理国家哈。你为什么不把那些坏人，你都知道那些是坏人呢，你为什么不把那些坏人都杀光啊？这是帝王术哈。他就说了，如果我把坏人都杀光的话，那我这个国王要这个皇帝要干嘛啊？因为剩下都是好人，你知道吗？他其实他的角色就更淡了，因为好人有一个特色啊，好人都是有自己很多的理想抱负的。所以呢，就他就举例，就像大陆，这是二月河写的书吧，就像大陆长江跟黄河哈，一条好的一个黄河，你说黄河不好吗？但是它就冲刷，就造成了很多肥沃的土地，对不对？人类台湾中国人就从那边发展出来的嘛。那他也是，他就说，他就后来发觉说，哎，其实呢，当我坏虫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好虫就来了，因为好虫。虫它不是来帮它的，它是要吃那些坏虫的，那些坏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呢，它就种熬过了三五年以后，它的苹果树就开始慢慢开花，慢慢结果啊。那最后变成大概很多人都指定要用它的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过程啊。其实我觉得这过程就是要能够熬得过去啊。喂。OK， 这个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就是，哎，那很多人就开始想，哎，像这个是什么，知道吗？大部分女生都喜欢吃的草莓哈。那草莓有一个特色哈，草莓的根呐、啊，为什么草莓要在冬天？草莓的根，假如超过25度的时候，那整株就会死掉了。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它这边是一个水墙，从冷空气就灌进，从水墙就降温嘛，水温就带过来。那所以你看它根本不 care 叶子，叶子你继续晒太阳，但是它的根部呢，就是有一个水或者冷空气通过，让它降温啊。那这就是草莓。那这接下去就，哎，当然我们在讲说，不管是自然农法，人呢、啊、还是蛮厉害，就开始慢慢克服，我怎么样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哈，这是农事所在种的，工研院也有在种这样子，这样透过这样子的。那接下去呢，我们也在想，其实我们一再讲说，我们对食物就刚跟各位讲说，哎，有机食物的不信任度哈，所以呢，当初呢，我们支策会就想说，哎，
做了一个如何让那些民众可以看到视觉化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信任我或者我信任他，他种的什么东西其实我根本不会拿去化验啊，对不对？我就会买来吃了嘛。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知道，哎，到底我这在生产的过程是怎么做的时候呢，那我就知道，我就会放心了，我就会去买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变成视觉化，从整地啊，这是蛮有名的哈，绿冠，这是就三个做在日月光做完厂长，然后跑去种有机凤梨在大树乡那边哈，然后做除草，你可以知道那很辛苦啊。其实最辛苦的是什么？凤梨要去催花，它要去催花，催花花大部分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开，你知道它都几点催吗？它的分几班制哈，两点半，半夜两点半是第一班啊，去做这些事情啊。那所以这个最主要目的，我们当做，哎，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视觉化，这是在高雄，这是在高雄的大树乡，然后他在做什么，让买的人扫一下 QR code， 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一样的意思啊，这是什么，这个知道吧，火龙果，火龙果其实开的花比那个昙花还漂亮，比昙花还更大一点。那一样就说，哎，我今天的火龙果它的整个的一个生，这是在屏东里港乡哈。那我们当初在做，哎，这就资讯人，我先讲，这就资讯人的一个想象，哎，我可以去做这些。其实很多的事情，哎，都不是技术的问题，我们也做出来这些东西，哎，但是问题就，哎，到底可不可以普及化啊？像农友这边到底会不会用，会不会方便使用哈？这样子。OK， 好吧，接下来就我们再看一下，就以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来看，我们再看像 Apple 真正的苹果跟苹果店，就一些工业其实很大的一些很多的不同。像这种植物的东西，你种出来，你没办法说，哎，我今天要我生产线很简单，我今天哎接了订单，我备齐了生产线，我原物料都买了，我找好人工哈，甚至我有机器，它就可以开始量产了哈，就有 pipeline 就可以开始做生产。但是苹果不，水果不是，或者植物不是，你今天种下去，你是不是一定有这些量？不一定，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其实当然呢，我们现在只是在说，哎，如何让它做到更好哈，所以这天生是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当然啦，我觉得因为这个不同，就有很多乐趣。当你慢慢做事的时候，你会发觉，哎，我不晓得每一个人不一样。譬如说我的成就感来自于我的 ownership， 哎，我今天讲了算，我今天做了我算，成败我负责。哎，这个我会有一点成就感，对不对？那种水果也是，种动植物也是一样。你今天种下去是不是好，是不是坏？其实很多的一些变数，假如那反应都是固定的，你第一次很新鲜，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就没有那么新鲜了哈。OK， 我们再看这些稍微整个的应用。现在来看农业上应用呢，在技术面、科技面呢，大概分作这四类哈。第一类当然就是无人机的应用啊，台湾比较有名的就是大甲阿嬷去赶，用无人机去赶鸟、赶麻雀啊，这样子。当然了，这里头有很多，等一下会讲哈。那再来就是，哎，我农机具的应用啊，就是我这个农机呢，我是如何做到更好、更准哈，这样子。那当然很多 IOT 各位都知道，然后呢，数据分析这些啊。那其实这整个的目的都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就跟我们在做电子商务行销一样，不管你在任何个行业都一样，都在求精准。你在卖的时候，你在网络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就要怎么样求到一个精准啊，就是我的打击率会最高，这样子。OK， 所以这样子应运而生，就产生了很多在不同的产业。哎，我在说，哎，我的 smart irrigation， 就是我怎么样去灌溉啊，我的聪明智慧的灌溉。台湾可能并不一定那么缺水，有些地方很缺水，那个水就很严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去拜访那个屏东农林，在
屏东那个龙泉那边哈，有一个大概700多公顷，一公顷是100公尺乘100公尺啊，700多公顷的一个茶园，他当初请那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各位都知道滴灌很厉害嘛，以色列来做，哎，我要到底要就用多少水？700多公顷，你知道那水用起来是不得了的啊。那以色列人3天就给答案了哈，这当然这就是 mega。他说一棵植物呢，一片土地啊，那个没有植物的时候，太阳晒下去，它有一些挥发量啊，就蒸发了哈，它会有一些蒸发，对不对？土里头的水分会蒸发掉。当你有一棵植物长出来的时候，植物会有一些树荫会把它遮到那个土，那个灰那个蒸发量就会变少嘛，因为它在阴的地方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植物因为晒到太阳，它会挥发掉一些水分。重点来了，植物的挥发跟土壤的蒸发的水分两个加起来总和是一样的，听得懂吗？就是当我没有植物的时候呢，其实我的这个土壤的那个水分的那种蒸发量，其实跟有植物的啊，因为植物上的挥发量会变多，但是呢，土壤的那种蒸发量会变少，两个的总和是一样的。他只有3天，各位知道他花了几亿啊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很多的事就是 mega 哈，这样。那再来就是，哎，我一个动物的一些 data， 再举个例，譬如说我们跟叙事所在谈。你知道各位知道牛啊，牛不像猪啊，猪一胎可以生很多，所以猪呢最主要目的就如何让它生得更多，不 care 是公的母的，反正都是用来吃的嘛，大部分，对不对？但是牛呢，尤其是乳牛，乳牛 care 的是什么？乳牛要生小牛的时候 care 的是什么？生母牛嘛，因为乳牛啊，对不对？要有母牛它才会有那个母奶嘛，对，才会有牛奶喝。所以呢，他就看，哎，怎么样去让这个他们在 animal data 就，哎，怎么样在那种乳牛要受孕的时候，要怎么样让它尽量去做生的是母牛？当然，你说现在人工受孕也是一个办法，但自然他就是要看它的蹄，他会去牛不是会这样堕蹄吗？堕蹄到什么程度就代表发情啊，像这一类，像这些都是一些 mega。那再来就下一代的农业的一些研究啊，然后放的 management 管理的系统啊，跟一些精准的一些分析啊和预测啊，然后一些市集啊，因为最终来看还是要去卖嘛哈。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机器人啊和那个无人机，还有一大堆的 sensor， 像这一类的一些产业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在做这些哈。我们并不是懂那个 domain， 但是各位我想一再强调，就如果你懂这个 domain 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才符合真正符合人家的需求。不管你在做什么的，你机械的在做无人机，你从机械来看，哎，我现在最主要解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续航力，就能够飞得更久，第二个呢，我的载重量，因为无人机大部分都只飞个15分钟20分钟30分钟了不起啦，对不对？载重量又不动，那假如你这样就有限制嘛，你就飞得不是那么好嘛。OK， 所以传统农业重经验哈，新农业我们在讲求数据。OK， 从过去来看呢，我们不管是从牛啊、基因改造啊或机械啊，过去在做这些，那现在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接触了很多啊，各个大学。尤其都是资讯的哈，我也不能讲哈。像新竹有两个很有名的学校，不管是院长、副校长都跳下来去做什么智慧农业啊，去看啊这些东西啊，去收集农田里头的资料啊哈。但是问题来了，当你没有这个 domain 的东西的时候，你收集这些资料，你不懂得怎么分析，又怎么办？所以大数据来看，其实那假如变成一种烂的数据，其实是没有用的哈。我举个最简单例子，我们跟永龄就郭台铭呢，我们在他两个棚里头各装了64个 sensor。这个 sensor 呢，我在测土壤的温湿，我在测整个环境的温，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植物的生长跟温湿燥有关系，然后跟土壤，
土壤的那些 pH 值啊，氮磷钾有关系的，我们总共装了64个 sensor 去测这些东西。然后呢，那里头种的是小黄瓜哈，大概是它大概是5×4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棚子哈，这样子。那各位啊，我们先用想象的哈，这奇怪，一个棚子里头种小黄瓜，有些地方就长得好，有些地方都长不好。我不要这样讲了，假如你今天去菜场问哈，比较上道的菜，你去问，哎，全台湾的小黄瓜哪里种最好，通通都指向台中的某一个人啊，那个是叫小黄瓜达人，他种的小黄瓜又直又粗又脆啊，其他人奇怪就种不出来这。各位去买水果一样嘛，就有的地方就比较好吃。我讲的是不是用一些什么药物的哈，就是他种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好吃。那为什么呢？那我们在想说，哎，我们那个时候在讲，哎，当我这样子一个棚里头，我装了那么多 sensor， 我去侦测嘛，我去抓它的因素嘛 ，factor， 然后我们去做判断，哎，是怎么样？这边好吃，或这边比较长得比较好，产量比较多啊，那口感比较好，为什么？它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对，这是我们资讯人的想法嘛。但是各位要想知道，小黄瓜大部分一次种3.5个月。一年大概种1期到2期，那今天我刚讲那么多温湿那个 factor 哈，空气的温湿灶、土壤土温、土湿 pH、电解质、好氮磷钾这些，好加起来10个 factor 好了。那请问一下，哪些 factor 跟哪些 factor 有相关系？当我们这种关系找不出来的时候，当我把日照少一点的时候，温度是不是要调高一点或怎么样？因为这factor 太多了，那就很难去找一个最佳条件，那难度在哪？所以呢，假如我今天抓了第一次，我们测到，哎，这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哎，假如我今天都是在室内种的话，就是人工那个 ，yes， 我可以控制灯光，可以控制温度，我可以控制水分，但是在毕竟在室内的棚是有限的，你的环境并不是可以 perfect 去做 control 的哈。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并没有那么容易。那所以呢，假如我今天在大自然，因为最终还是在大自然一个环境下嘛，我第一年4个1次2次，我没有4个10次的话，我怎么做得出来这个真正成果？我在工厂这试得很快，我今天试过去，哎，不行，我们在写程式一样嘛，或者你今天在做机械，哎，今天不行，我再换一个，我不然换一个，很快的换。但是这不是，这一换一次要OK， 所以其实以这角度来看，其实这个要 life cycle 要很长。为什么农业要这么长、那么辛苦，就是这种原因之一哈。这样子，那现在来看呢，我们就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说实话，我们大部分都并，尤其懂技术的人不懂农业，懂农业的人不懂技术。如果各位你能够又懂某一样你有兴趣的东西，又能懂那个技术，我可以跟各位打包票，你一定前途无量啊！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我认识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好朋友，他是淡江化学毕业，他家是做螺丝的，他只做一个很简单的事，他用家自己的烤箱去做一些实验，然后呢，他让那个螺丝50年不生锈。其实他说，其实可以200年不生锈，但是呢，他先推出来50年，然后呢，第二隔了几年，50年卖了差不多，哎，他推一个100年的。他家所有的车都是宾士的，他在纽西兰买房，在日本买了一栋楼啊，700-800平，在美国买了一个，哎 ，Oracle CFO 的房子。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传统产业，其实你只要懂那个 mega 哈，就一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走哈。那接下去就说，哎，假如我这样子的话，我们接下来再看未来哈。未来当然我们就希望能够懂了这些东西，能够真正的一些应用。要换吗？OK， 那这边大概，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是一个很蛮精彩的影片，我不要，它是影片没办法播出来哈。我再试一次看看。你的笔电如果能播，这比较能播，因为我们只是做投影。对。不行啊。
该是你的切换吧，是不是你的那个笔电本身的切换？OK， 好。因为它现在是锁住了 PPT 的位置，所以呢，我要在这里。如果你把，比如说你现在先把它缩小，你先缩小，他们也不懂，他们他这个萤幕本身被锁住，那我现在怎么办？应该是你们笔电上，那就是我先把播放的功能关，我先关掉先原来的播放解放的功能关，现在就这个就有你的，然后你看你的影片，刚刚的。那不用了。OK， 好吧。那就用嘴巴讲了。我想在无人机来看，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一个未来哈，所以他们也预估到了2023年到1400亿哈这样子。但是我刚刚讲了，就是有一些东西是 back to basic 或者 fundamental 的问题，就无人机本身要去解的问题是什么啊？就续航力，就我知道的哈。当然，我现在有一些机械续航力跟载重量这两个是一个最基本。但是我们从不同的其他的人就看他怎么应用，就像我刚刚讲说啊，大甲阿嬷去用那无人机去赶鸟啊，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处嘛，就是说哎，但这是真的事哈，就他用无人机去把那麻雀就赶走啊，只是我相信他很难一天到晚都赶。那当然了，他很多有就从里头，哎，就因为他站在比较至高的地方，他就去拍摄，然后拍摄以后去做了影像分析哈。所以除了我们在讲一些应用呢，我就如果我今天上面加了一个摄影机或照相机，这照相机的解析度又可以很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这些。当我这样去做扫描的时候，各位用想象力哈，当我可以去看的，哎，这片叶子特别黄，这片的那个有一些东西枯掉了。譬如说，我们在跟那个呱呱园哈，就是卖全家那地瓜的合作，就是他的地瓜，因为地瓜到处种下去了以后，你人去寻很难，但是无人机去寻的时候，他会寻了以后看到，哎，你这边很多是缺株的，就是你种下去有些是死掉了。那死掉其实那土地就浪费了，就补种嘛。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这里头呢，当然他这里头就做了一些，就我今天做了一些分析，就做了一些影像分析哈。那影像分析里头呢，他就产生一种生意哈。这个生意呢，他就有一个 marketplace， 这 marketplace 一般都是撮合两方的，一方呢就是当你要去，你有很多的演算法，你可以去针对不管什么，因为每种植物长得不一样哈，你可以针对那植物去做那些一些影像的分析啊，这是一方，就是 supplier， 就是一个 service 的 supplier 啊，他提供一些服务的哈。那另一端的人呢，就是我今天是农夫，我今天是有一大片土地，我今天在扫描，把我的哎这些种下去，我把了一些影像呢，我就丢到这个 marketplace， 然后透过他刚刚的 solution 的哈，就 service provider solution， 我去撮合，哎，我知道啊，这原来是什么病，什么问题，这样可以懂意思吗？其实这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也是产生了一个生意，这就是一个 marketplace。 这 marketplace 呢，我今天你假如今天来用我的服务的时候，你要付我多少钱，那我多少钱给平台抽，哎，其实我们在讲一个精准服务的时候，最后都讲的是一个 win-win-win 嘛，对吧？那我们资讯能做黑手是什么？我们只能做，哎，架这个平台，
说实话，我们连那个分析的人大概都没办法做到，因为我并不懂那些植物的那些分析的一些问题。这样，那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无人，各位可以用想象的了。就我们常在讲哈，台湾我们在用，譬如说我们的那资通讯产业到西进南进啊，哎，其实我们做的不错。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哎，为什么农业不行呢？农业其实我们的台湾地那么少，我是不是可以把它丢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那不管是大陆啊，或者南进国家的那些土地啊，去种这些东西哈、啊？所以这边就会产生气作，就气作。我今天把那种香蕉，种那什么东西，但气种始作有始终啊。我们台湾做气作，不管说台湾的、啊，全世界做气作，它都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景气很好的时候，譬如今天这香蕉，因为气作着我委托你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谈好一个价钱，我将用多少钱收购嘛，对不对？懂气作的意思嘛，哈。那问题来了，当这个景气，当这个香蕉产量很少的时候呢，香蕉原来譬如我保证收购30块，香蕉外面市面上可能都50块到70块、80块，请问一下。他的那个产量，我气作那农友啊，那产量奇怪就特别多，就特别少，因为他卖给我只有30块，他卖给别人可能50块、80块、100块。当我今天的当到只剩10块的时候，奇怪，我的产量就特别多，因为我保证收购是30块嘛，这样可以懂意思吗？所以气作的时候常常都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全程的监控，他不可能去跑到我说那广大的土地里头去整天去看你到底有多少的香蕉的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透过无人机，只要无人机我今天扫过一个果园的时候，他可以去分析，哎，这边你看就这个例子，他就把所有的这种 Sunkist 啊这些东西通通标示出来，他大概有多少产量，而且是什么，我大概可以估得出来他大概什么时候会成熟啊，因为我要准备采收嘛，因为这植物并不是像那我刚讲一在，它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它并不是今天产量熟的时候大家一起熟，它是分批的，所以它就会想哪些有熟，所以这里也是可以想象我当一个无人机的时候，我可以去做一些远端的监控，去预估，甚至可以去预估做产量。那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各位都吃过凤梨酥吗？你知道凤梨酥什么？凤梨，当我凤梨长成的时候，我要送去工厂。所以各位，你知道台湾到处都凤梨酥啊，一大堆的凤梨酥，所以那个工厂都是满线啊。大部分凤梨酥的做呢，工厂都是满线啊。那问题来了，我今天要去预估的时候，我都会预估说，我大概，譬如说5月10号，我要有大概有5吨的凤梨，麻烦你要替我去处理。问题来了，我5月10号，我怎么知道我的凤梨5月8号、9号会熟呢？假如不熟，那个不熟的凤梨，我过去的时候品质就不好；太熟的凤梨，可能品质也不好。所以这边我们在做精准的预测啊、行销这些，或者排程，都变成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了。假如我一次采了5吨，我一次给他20吨，他根本只能做5吨，剩下的15吨，各位知道吗？当你买一个菜，你试试看呢、放在家里，大半平均烂的比例一天是20%，就是我说成熟的东西哈，平均一天大概20%，10到20%的烂掉啊，它不是像我的电脑、手表放在那边都没问题嘛 ，OK。所以这个也都是一直在做这些，如何去预估产量？那你可以做预估产量，你可以才可以去做事前的行销，你才有机会做大哈。那这个当然就很多的应用了，一样了，就我照了土壤就是分析那它的氮磷钾啊这些啊。那当然另外一个智慧农机，各位想大概两类了哈，一类就是就像台湾我们的工具机一样哈，工具机我们最主要就提高什么，像这智慧农机上每台都要上千万了，你最主要目的上提高它的稼动率，你希望它一直在运用嘛，一直在做嘛，但是机械总会磨损嘛，所以我们在工具机一样哈，就去做了一些 sensor 感测，去测试，你这些有一些东西已经有一些元件可能用得太久，或者什么东西快坏掉，或者磨损率都过高了，你这时候就应该 predict 去预估，去能够去预购那些元件，然后先换掉，
不要等它换了。譬如说台湾的很多工具机送到了越南好了，等到它坏了以后再去向台湾订，这样来来回回去安装大概一个多礼拜，那变成它的架动率它停工一个礼拜，其实这损失就很大。工具机像这种农机也是一样，我怎么样让它能够提升它的一个架动率哈，就是说当然它就远端跟那个它的这公司去做连线哈。另外一个，各位想想，从农友的角度来看，农友的角度来看，我刚讲说施肥，各位都知道喷墨印表机嘛，对不对？你今天喷墨，喷的红色、黄色、蓝色，它自己会去调那三原色去调嘛。如果各位想一下，当我一个机器在那边扫过去，我就知道这片土地这边缺少一点氮，缺少了一点磷，因为土地是活的，也都不一定嘛。所以呢，它缺少氮，我就给它一些氮；缺少磷，我就给它一些磷。精准的施肥，不但你节省成本，其实对土地、对整个环境、对植物都是更好的。如果你做到这样哈，当然现在一直有人往这方向做，就OK， 那我们就有机会了哈。那当然有人做那个植物工厂啊，像这些东西哈。那其实很多的东西，像植物工厂也当一样，就用光啊。但是一般的光的成本，很多的成本大概，有听过了，大概一公斤就变光的成本就要40块啊。所以其实这费用是蛮大的哈。我这边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跟一个神农级的去做。做刚讲农机的哈，但是这我们正在做，有点 confidential。那他就举例，譬如说我建一个采茶机好了，这个采茶机就规定说，因为采茶啊，在采茶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就规定，你最好时速3公里啊，然后采出来的茶会干净，然后漂亮。但是呢，那个农友就，比方我今天是一个故宫，我去开那个采茶机的人，我当然希望开快一点嘛，我早一点。割完嘛，但是我只要开到5公里的时候，时速5公里，其实这采得不漂亮啊。采得不漂亮有什么问题？当我这个芽采得不那么整齐的时候，我下一期的那个茶叶的量就很难去预估的精准。因为他假如采得很平，他们去可以去预估，这是他们的专业哈。这样子大概会冒出多少芽这一片，大概下次大概多久以后可以采多少？如果我采得哩哩的嘎，参差不齐的时候，其实有就变长高，有就变长的品质不一样，而且产量也不一样，因为它在芽的高度的时候长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假如我兼农机具的时候，我可以全程去做一些监控。侦测的时候，那其实对这个对的农友茶友的这帮助就很大了哈。这样，所以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他有规定，有当我一个茶居出来的时候，他规定，我去可以修剪花木的时候，修剪茶树的时候呢，譬如要在剪在3公分啊，直径3公分以下的树干。但是呢，茶友，我只要买了这机器，几百万、几千万，我才不会管那是不是看3公分、5公分不剪，所以我看的都剪。有的是剪太大的时候呢，它就油压就会用比较大，那它刀具就比较容易坏嘛，对不对？一想也知道嘛。那问题来了，他只要保固1年2年的时候，他就去找这原厂去 claim 说，你这坏掉了，其实它是使用不当的。如果各位想，这是正在做的。如果我们今天发觉，其实它过程中有减到5公分、减到10公分的时候，因为那油压的那指数是不一样的，我可以 tracking 这些或 record 这些资料的时候，这些都将来都变成一些证据的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像这些农机具都可以做。那我也跟那个农委会农事所在聊，他就说，台湾这些因为都是山地或者什么，你很难去适合这种大型机具。他就在问，有没有适合那种像那个钢铁人啊，那种外壳式的哈，那种骨骼式的一些设备。我今天我背了这东西，我本来只能背20公斤，我现在可以背50公斤、100公斤。那他说他觉得这个就需要了。或者是说，我今天农机具，我是不是可以去侦测这个苹果或者这芒果好了？现在这芒果，各位知道吗？我认识那个他那所长，他去侦测那西瓜，西瓜比赛嘛，各位都知道，一次200颗西瓜。各位想想看，光看那200颗，你每个都品尝一口，你大概就完了。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说，先眼睛一看扫过去，哇，刷掉一半。
剩下的呢再看再看再比，最后呢没办法，最后选了50个还是要试味道。但是如果我今天透过光谱仪，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分析，像爱文芒果好了，我们在做外销的时候，哎，因为它的外表的色泽，我们去假如有去买芒果的时候，你都会，哎，外表的色泽其实跟它的甜度这些有关系。那如果透过光谱仪，我能够抓到这些大数据，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数据，那光谱仪的反应是最好的时候，那它的水果就最甜最好。它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自动的一个筛选的时候，它很快就可以筛选过去了，就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当然那些专业的人一看也知道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做，坦白讲也是有人在做的了。那在物联网这边就很多了，就是哎，我装刚刚讲说这 sensor 呢，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东方果实营他们去，这是台大哈，台大因为我们跟了很多学校合作了，哎，我刚不应该讲台大，就某个大学了。那他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技术很强，但是实务面呢不一定很强的哈，这没有什么好坏了。他做了一个东方果实营的一个侦测，因为台湾被东方果实营去影响很大。这边再给各位一个知识，我们常知道疫区疫区很多的东西。哎，我这边不能外销到呢。譬如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外销到大陆都没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台湾有的病虫害，大陆也都有。但是呢，如果台湾有的病虫害，像日本没有，像我们在做芒果，有一些的病虫害，台湾有，日本没有，那那个芒果它就要去做蒸熟。所以有时候你在国外买台湾的水果，味道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样，它必须要。快速两种方法，一种快速加温蒸熟，就把那细菌一些虫卵杀掉；另外就冷冻，急速到-18度到-19度，急速冷冻把它弄死啊。但是你透过这种热和冷，对水果对这都会去变。那我们就要疫区，他们就非疫区。那假如我疫区传到非疫区，就要做这些事。像美国的苹果，有时候它有苹果毒，有一种虫，那台湾没有，那它也要去做一些检验的哈。那这一样，台湾的东方果实很厉害，很多啊，很严重。所以呢，理论上哈，它就做了，你可以想象了，就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呢，做了一个小小的通道，它这边用费勒蒙啊，就荷尔蒙啊，性荷尔蒙，那吸引那个东方果实蝇，因为它就会。爬过这个洞跑到这个有味道的地方嘛，他就去 count， 每次爬过去就 count。 那他假如今天说，哎，我今天每15分钟内他就会传一笔资料，这15分钟东方果实蝇有5只，哎，突然说这15分钟有100只、啊、就代表这地方的东方果实蝇密度过高，那这时候要做就开始要去喷药了。哎，逻辑上讲得通嘛，对不对？但是丢出去被农委会打枪啊，检疫所打枪，各位知道为什么打枪？如果你今天是那个农友好了，你会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会吗？你会不会？这一台大概要10万块，因为里头有一个3G 网卡，有这些侦测器嘛，对不对？固定在那。他说，第一个，台湾都是小农啊，你这片地对这片土地，那么东方果实蝇才不会说跑到我家就不跑到你家、啊。我放在这里，那到底谁种呢？谁放啊？哎，谁要去出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啊？政府出吗？啊？那第二个问题来了，连那个水沟盖啊、电缆线都有人偷，这里头有3G、4G 网卡、啊，哎，还有这些硬体设备，他而且整个一扛就走了、啊。那这里头我说10万块，他可能卖一卖也可以卖个几千块啊。所以你不可能装在你家门口嘛，因为东方果实蝇不会飞到你家门口嘛，所以你就装在那田地的时候，那怎么去做呢？所以从某些角度他觉得，哎，务实性实务性有点弱，但是从技术面不是太大的问题哈。OK， 当然有，这就一样，他们在国外也有在做这样一样的事情了哈。各位你可以想象了，包括我们刚才有那感测器啊这些哈，那有人在去做蜜蜂的哈，蜜蜂的一些蜜蜂，我想不然影响包括植物，包括那温度啊、气候的变化。那当然有人做数据的分析，我刚刚也就讲了，就哎，如果我今天知道这土壤真正的缺了什么，或者整片的数据到底要
做了什么事情哈。那所以在美国地方就有在做这种大规模的一种实证哈，就是我这样整个的知道，当然农友要去配合啦。啊，我这边的少了什么，多了什么，整个土地的一些去做一些测试哈，这样。那你这时候其实整个，我一直在讲说，这整东西，因为那个土啊、虫啊这些都是飞来飞去的，所以那包括那用药啊这些哈，所以这个必须要做起来就变成一片的哈。OK， 当然我们今天讲了日本又做了一些东西啊，这样子。这个大概我想只简单概念啦，就 from。那从 farm 到 table 哈，从产地到餐桌哈，这样其实整个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我要怎么样的去从产地，然后去中间去做好一些资料收集、分析，然后应用哈。那我相信刚刚讲了，哎，我们在农业知识上必须要结合到农业相关的知识。这边我就不细讲了哈，这个大家不能看了。哦，这个可以看，但是这个，其实它这就是 NEC 伏基组，他们最主要都做了一些整个的系统哈。那这里头最主要的目的，就像我刚讲，希望能够精准的知道。更能够预测知道，哎，那植物的产量跟产级，甚至呢，我可以控制到它的一些产级，做一些调整哈。好吧。哇靠！又重来啊。OK， 剩下一点时间，我再分享一下国内啊，各位让人知道国内的一个到底农业的一个状况。哎，其实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在一直在，我们都要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这个产业哈。那台湾的，我只要给各位几个数据了哈。台湾大概有80多万公顷的一个可耕作面积哈，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以前呢，有什么有机啊、产销履历啊、吉原谱啊这些东西哈。那现在大概吉原谱也不用，大概将来大概只有两个，一个就有机，还有一个就产销履历的哈。就我怎么样去证明？各位去看都有做那产销履历的嘛，这样子啊。那整个的台湾的当然就是劳力不足哈，大概有50岁以上的哈，就年纪大的大概60%几哈。那当然呢，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青农啊，青农回去哈，那我常常都有报道青农进去。但是呢，说实话，你们大家都不会去报道青农出来哈。就我知道的，进去的人跟出来的人，就是不做的人，大概差不多。啊，就是有些人，那进去的人，我自己归纳大概两类，一类呢，大概是命啊，啊，他读的是农的啊，或者是他家有田啊，然后哎，他原来有一些东西啊，然后他就啊回去种田。我讲的是职业啊，像我自己有种，但是我是玩票性质，我不算是职业。我讲的是职业，像这一类的人哈。那另外一类人呢，很多是吧？像百米炸弹客这样，就很多人他觉得大部分都社运人士。因为呢，社运人士就想说，哎，帮助弱者嘛，帮助弱者，第一个想到就是农友嘛，所以很多社运人士跑去做农业的哈。那我们接触的经验，这一群人大部分，我讲的是大部分，不是绝对的哈，大部分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所以这些青农啊，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蛮难沟通的啊，因为你只要跟他的那个思路逻辑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难沟通了，这是我的经验了哈。那当然我们就老农化。第二个呢，我们的土地面积其实是蛮小的哈，在0.5公顷哈。
五就五分地了哈，一分地三百坪啊，五分地大概才1500坪啊。那农业的净收入呢？净收入其实是很低的。当然啦，这边报的哈，很多的东西我们也碰到那个，种芒果的哈，屏东那边有种芒果的，一甲地他可能一年就收个300-400万啊。各位知道有时候那。如果你今天种出来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价钱是不便宜的。其实他做的，那个 mega 啦，就是你其实你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今天说都是泛泛的，一般哈就不一定了啊。这样 ，OK， 那这些是一些数据啦，就农业的所得其实都不是很高的哈。当然，那家庭里头有非农业的所得反而是比较大的哈。这样。那这边其实我们也都常听过，也是一些知识，有一些休耕的补助哈。那每一年大概20多万公顷去能补助。那我们在做所谓的资讯人，就觉得知识分子就觉得很纳闷一件事。到坦白讲，到现在为止我也不一定想得通啊。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大概才30多% 而已，但是呢，我们还有20多万公顷的人是休耕的。休耕也没关系，你不种也没关系，那是你家的事嘛，政府还要拿钱给你啊。这点真的是我坦白讲我是没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啦哈。那当然这整个的收入是偏低啊，很多人大概就是买了地以后他不种，然后干脆就去休耕或做什么，因为他就等到这地有一天可能会变得值钱吧，这样。那当然我们现在常常听 3.1.0 2.0 3.0 哈，这边只是一些概念啦哈，就是农业 1.0 就劳力密集哈，人当机器用。2.0 呢就有一些机械技术啦， 3.0 就有一些知识啊， 4.0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智慧化数位化啊。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讲台湾大部分都介于 2.0 还不到 3.0 这边啊。的一种程度哈，其实你假如你有心去看看那些去不管去菜园啊或者去农田，你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其实你大概我相信凭各位的聪明才大家都可以观察到一二了哈。好吧，这边有几个农业的问题，就是我们也常常的各位常听到一下就高丽菜那么采收啊，每年几乎都隔了几年就来一次嘛，对不对？很快了，都几乎一年啊！高丽菜那个量太大了，一粒高丽菜5块钱，或者那产量太大，这些都不需要了哈。所以就很多这一类的事，那我也在很纳闷呢。各位知道吗？台湾卖那个像高丽菜的种苗厂啊，大概只有5大种苗厂。我们又在资讯人又有这种啊，科技人就想，奇怪，那为什么不从源头开始呢？你在种种苗的绝大部分呢，当然有人是自己培苗，但是那自己培苗那个量很少，其实你可以不用 care 它哈。但是呢，种苗厂当然量很大的都向种苗厂买，当你种苗厂那做了一大堆量的时候，你的种苗就自己就知道嘛，将来那高丽菜3个月后2个月后一定暴跌嘛，因为大家都在种嘛。好了，我们就第一个问题就奇怪，那种苗厂都不会 warning 那些农友吗？农友都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就算了嘛。但是呢后来呢农友也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种高丽菜，都在种同样，你看台湾啊，从北到南有一阵子都在种火龙果。火龙果是属于仙人掌科，它是种在南部热的地方，连台北啊，甚至有人在宜兰都有在种火龙果，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大家一直在预测火龙果会暴跌，其实啊，从去年就开始预测暴跌，但是一直没暴跌下来，因为呢，好像有的人种的不是那么好，产量没有那么多这样子哈。那所以其实一样，高丽菜好了，各位知道为什么农友还是一样照种吗？我的结论是哈，这我个人呢，第一个，每个农友其实都是一个中小企业户，都是老板，他说了算啊。第二个，每个农友的赌性都很坚强，他这赌性都什么？我会成功，因为各位知道高丽菜好的时候100块、200块一颗嘛，对不对？有听过嘛，对不对？那大家都在赌嘛，你看你会碰到台风啊，你那边会有天灾，你会怎样？我不会，所以那个台风哈。
在你这吃下，每次那台风夹扫到南部啊，像譬如说扫到那个花莲那边啊，然后就弯出去的、啊、或怎么样，哇靠，那个文旦农就高兴死了。北部那个可能麻豆那边或者是什么，因为台湾最大的文旦的产地就是麻豆、斗六跟那个鹤冈啊，瑞穗那边，如果扫到那边没有扫到我这边，我就赚翻了，那个一定暴涨嘛，一样啊。所以如果今天大家都在赌嘛，就如果扫到你没有扫到我，我一定暴涨。番茄也常常是这样啊，因为那种气候的变迁很大，所以你可以想象，哎，这些农友其实结论什么？大家赌性都蛮坚强的啊，大家都愿意赌啊。说实话，要我我也愿意赌啦，因为你赌对人就翻了。那赌输了会怎么样？赌输了就开始哭啊、喊啊、叫啊，然后就拿到政府的补助。当然政府的补助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那么多啦，但是聊胜于无啊。那你常常看到那个画面，本来这个画面说，哎，我今天就开放让你采果免费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采的时候我就不能拿到补助啦，我采一颗高丽菜卖个三块两块，我划不来嘛，那我干脆就去拿补助嘛，一甲地可以补助多少钱，那我干脆就做好人，然后就开放亲戚朋友啊这些去采果嘛，或者是捐给那孤儿院啊，或者是一些养老院啊，那这个这是我，当然这不是一个黑暗面啊，这是也是这一个产业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每年到了选举之后，老农津贴就不断的加码加码，这些我觉得都是问题了哈。所以当然呢，就有人在想到要去做保险啊，那保险就高阶那种比较高价的，好像高阶里，但是高保险公司也愿不愿意保啊？因为我怎么去估你的天灾险呢？啊，因为你随便照几张相片，那譬如说我今天台风来了，我在梨山我做了一块保险，好吧？台风来了我要去看，那保险员要怎么上去看呢？他可能要冒着生命危险才可以上得去啊！上了去以后，其实很多也是人为可以干扰的。我所谓人为干扰，他可以拔掉一些或怎么样，对不对？或者他哎，我今天寄了一些照片给你看，那我一定寄，我绝对不会去寄那个有果的嘛，就寄无果的，所以他很难去做理赔的这样的，所以那保单其实也卖得不好。当然了，当然我们刚讲了一些稍微负面的，但有正面的。哎，台湾人我觉得韧性就够强，有人开始就变化啊，就开始去种毛豆啊，这毛豆其实在。这蛮有名的，在屏东啊，在高雄那边开始种毛豆，日本人下酒很喜欢配毛豆嘛，哈，有一阵子做得不错，听说最近一两年不好。那刚刚讲凤梨酥，各位都知道维乐山丘知道吧，哈，那台湾一颗现在是多少钱知道吗？已经从30块变成42块了啊。那但是在日本呢，我知道之前是卖90块到一颗，我相信现在一定更贵了。那他就用土凤梨，我跟他老板聊，他本身是在做电子产业，其实他这个也不是主业了，他可能更有钱了，开一个玛莎拉蒂了。那他也当初他在南投，所以他最主要想，哎，南投那边做很多土凤梨，他想帮这些土凤梨的农友哈。所以去做最早的动机是这个。那有人就喜欢那种土凤梨的味道，那大部分的凤梨酥很多里头都加冬瓜糖，所以比较甜一点。那这个是大众，就国众的老板简明仁，那个王永庆的女婿，他就因为他就回就，其实我觉得这当然这部分不是为了钱，他就哎用货柜啊，然后去种那些菇类啊，这香槟儿、巴西蘑菇是比较贵的，好像。那永大呢，他就做屏东做种柠檬啊，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博士还是硕士吧，中山还是成大毕业的。那他就用在麻豆那边就开始。那个六甲那边用机械化，他就用一个带根啊，那他就一些机械去帮人家去做带根的一些业者哈。那庆泉就我刚讲，你在台湾的地瓜里头呢，十只大概有一只是他的，刚才两大嘛，一个是呱呱园啊，庆泉呱呱园就卖给全家的，庆泉就是卖给 Seven 的 ，Seven 是后来出的哈，这样子。那他就是，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些系统。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我们做的很简单，因为呢，他在全台湾呢，大概有2000多公顷的一个
种那个地瓜的气作的，分布在从彰化一直到台南，因为呢气候不一样，它的产期就可以不一样。那问题来了，各位知道，假如你有去过农地，假如你有朋友去农地，他一定会告诉你，大部分都怎么讲，不会告诉你一个地址嘛，因为那地址大家都找不到了，那农地的地址，他们说，下了高速公路右转，往什么方向？譬如说啊，往斗六的方向走，然后看到了什么往左转，看到了庙里头往右转，然后最后怎样怎样怎样，很难找的。就是农田，所以呢，我们第一件做什么？当我今天透过 Google Map 或什么，我们就去做定位嘛。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他的那个，像这庆泉园跟他的黄老板、黄理事长聊，就说，其实光这个东西对他的帮助，巡田园的帮助就很大，因为巡田园所有的这个2000多个农友帮他就做气作，只要有一个人用了农药、过度了农药，然后又被检测出来，他整个 credit 都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巡田员就很重要，他必须要去做这些。他说这个就很多的，其实对他这种帮助就很大。然后你可以想象了，假如我今天我在我的战情室，每一片土地都标示出来了，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用不同的颜色哈，你就知道，这片大概什么时候生产，这边大概什么时候生产，这个大概多大面积，因为这些专业人大知道面积什么时候种的时候，他大概就知道这时候大概产量多少，他就知道，我这边什么时候可以收，什么时候可以收。各位记得吗？就是上次有一次台风，全家的地瓜不是断了不3-5个月吗？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产地的地瓜来不及送嘛。所以如果你今天讲，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战情室，然后可以去告诉他每一块土地每一块的产量的时候，那采收期的时候品种啊，那其实他就可以去做 predict 了。那他就可以做 predict， 好处什么？他就可以接单了。各位知道吗？如果今天地瓜在天气像这种好天气采收的话，一般可以放6个月。但是如果今天像前几天那种阴雨天，那一个礼拜都阴雨，你采收的地瓜你大概可以放多久知道吗？2个礼拜。记得你不要买了很便宜的地瓜，很漂亮，回家没2天就发霉烂掉了。就是你可能要看到，就有些的采收期的时候跟采收期关系很大，因为它的含水量太大了，所以它的那地瓜就会变成很容易长芽或发霉，那这些也都是美感。那对他来看，这些都是要去做库存的一些哈。OK， 春一枝我们也跟他这老板呢也是在做化工的。那他为什么呢？他也是有一些，因为我有请他来演讲，他从寿丰乡开始，他喜欢那个东部，他现在寿丰乡买房子，然后人越来越多，他就一直搬到鹿野了。搬到鹿野呢，他就周末去嘛，常常呢奇怪了，他家门口就放了一大堆那个当地的水果，凤梨啊、芒果啊这些，然后他就问啊，那都是左邻右舍的人在给他的，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他要给他钱，那农友说不要不要，他说说实话了。你今天不吃这个也都烂掉，因为花东的东西，尤其台东的东西，要运到西部的大至少一天，那一天的时候，那有些东西就容易烂掉，而且还颠颠颠的，所以他有一些当期的时候呢，因为他有时候产量不，就说今天有一些啊100个凤梨熟了，他不可能为了这100个说运出去嘛，芒果熟，所以他就分给大家吃。那农也不拿钱，他就想说，那我怎么去帮农友呢？他就自认他很聪明，他就想，哇靠，我去做冰棒好了，冰棒可以放了很久。他做了，其实做搞了半年后才知道，之前已经有5-6个人这样子做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强调，因为他是良心的，他就说他里头不添加任何的化学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你假如是芒果，各位知道你有吃过芒果吗？你有放在冷冻库拿出来吃吗？没有吗？你下次试试看，你把你的水果冰那个芒果放到冷冻库拿起来吃，你觉得会比你平常吃甜还是不甜？放在冷冻库拿出来吃，你觉得会比较甜还是比较不甜？比较不甜啊，对，他就比较不甜，所以呢，他就发觉一个芒果冰为什么要卖到50几块呢？他说一个芒果冰里头那芒果的成分至少要60%。因为到冰冻以后，它那味道会变淡一点，
它的成分都在。那平常你买的东西，它会加一些化学原料，一点点就够了。他说他就是不加，所以呢，他为什么芒果？我不是在替他解释哈，就为什么这种春一枝，它这种原味的那种水果就那么贵，因为它至少要占到六成的水果的成分，这样子。那他就搞了一个诚实商店在鹿野，那我在管一栋楼，我也在搞了一个诚实商店在台北。结果呢，悲哀的是，我发觉呢，我每个礼拜我就请同仁去点收，我发觉80%是少收的，人心不古啊。但是呢，比我的本钱还是多一点啊。譬如说，我们竞价是7折，那他我们的短收大概没有短收到那么多哈。但我相信有些，因为这不找零的嘛，诚实商店，那有些人可能忘了带哈，这样子。但是都少少的钱吧。那当然有人在做超商，做一些切果类的啊这些哈。好，富里米有在讲这个故事一样，富里米听过吧？富里知道吧？花东的富里，池上富里哈。富里米是台湾第一个外销到日本的米，叫富里米，它的品牌叫富里米。好了，问题来了，当你台湾的人就这样，当你这东西很红的时候，接下来什么问题？啊？仿冒嘛，就像你现在世界上，我不是在暗示吗？你到处都看到池上米啊，对，奇怪，池上有那么大吗？到处都有池上米，到处都有富里米。结果呢，大概3年前就有一次被检查到农药残留，各位一样啊。台湾就是地载人稠，那口碑传得很快，哇靠，整个 credit 就下来了。但是后来他们检验，其实那个不是真正是仿冒的，就伪。好吗？那其实这边有蛮多问题的，譬如说我今天是在富里去做农友，我今天要卖米，然后就，我一下我可能只有一公吨好了，我一下就卖完了，但是我还是会接到电话啊，对不对？第一通电话我很坚决，没有卖完了；第二通没有卖完了；第三通，卖完了；第四通，我再看看啦哈，这样子。最后是什么？有些农友因为盛情难却呢，他就想，哎。既然你真的要，我就去附近好了，不管是池上啊，或旁边的那什么玉里啊，哎，买一些我认识的朋友的米啊，拿来变当做富里米。其实就慢慢有的时候也会有人这样哈，当然也有的是别的西部的仿冒的哈。那所以整个口碑就下来，所以我们跟富里米那乡长合作什么？哎，我们去做刚刚讲的整个的一个生长的记录，然后呢，从乡公所去发一个像一个。像金门高粱一样发一个贴纸，哎，这证明这样子哈。其实这个也是技术面可以做的哈。但是我觉得，总归一句话啦，就台湾的这些农业，我不说农业而已，我觉得整个台湾这边牵扯到一个很大的危机，信任危机啊，就是不管你谁做的，我好像都不太信任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我们一直在希望，哎，希望这东西会越来越有一些改变哈。OK， 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当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产销平台。我很花个5分钟，我先讲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哈。当然，我们现在还在一再努力，因为我刚讲的农业这东西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哈。我们从农业的资料的收集哈，那我们也希望哎做一个产销的管理哈。那最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撮合买卖双方，因为最终来看还是一样卖掉嘛，对吧？那所以呢，整个平台就农企做啊，从库存管理啊到产销这些卖掉啊。那我刚刚讲了，简单来看呢，我们就说，哎，刚开始呢，你今天是农友，你框哪一块地，然后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就列下来。其实农委会头都有标准的程序，但是每个标准每个农友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把标准都弄出来，每个农友或那。企业主呢，他可以去做修改，哎，我应该用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哈。然后呢，他可以派工给他的农友，然后那农友呢，那个企作农呢，他这边就做记录，记录完以后就做照相，照相就产生刚刚前面看到那影像档嘛哈。然后呢，最后呢，企作农去做查核，然后消费者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生长过程哈，那这些都是刚刚讲的，像哎，我就可以看到做一些战情室啊，每一片土地去做分析哈。所以其实简单来看呢，以这个来看，最主要第一个就是资料的收集啊，没有资料收集，后面都空谈。问题来了，我们在跟农友谈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阿伯啊，这东西很简单用了哈，你只要按这个键，
他第一个反应，哦，那么麻烦，还要按键，再按第二键，按第二键，哦，五告麻烦呢。第三个键，我们的经验哈，大概按到第三个 button 或第四个 button 就掉头就走了，啊，没要了，太难了啦哈。所以其实如果今天各位，如果今天要去做像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业，各位都是所谓的资讯的原住民哈。你们生下来，你们大概就已经用资讯，啊，不用大概也不行。你们的能力、使用手机的能力或这些，可能都比我们强得多哈。但是别忘了，很多人是并不是那么的熟。当我要变成一个 commercialized 的一个东西了，你们必须要去想，我要怎么样去让人家能够用得更方便啊。OK， 小农来看呢，当然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他就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些记录啊、生产啊，一直到产品上架，上架以后呢，他就可以把它卖，透过 marketplace 把它卖出去哈。那这库存管理，这就我刚刚简单讲的，就是说，哎，我们从地瓜，其实是一样啊，很多的采收期那个那一阵子的天气、啊、气候的影响，对它的整个库存影响都很大。但是一般来看呢，像叶菜类的，平均大概都是10%到20%的一些耗损率啊。各位，你想想看，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OK， 这我们就做了一个乐趣哈，我简单讲一下啦，就是我们就想，哎，我们其实当初目标就撮合小农，我们就找到一些优质小农，然后呢，我们在一个大楼有2000多人，我们就想，哎，大楼我们今这个礼拜我们去卖这些菜、这些菜、这些菜，我们会先跟小农讲，哎，这礼拜你大概会有什么菜会出来或什么水果，然后呢，有一个 APP 嘛，然后我们就说，哎，这里头有今年有10项东西，那个住户呢？那大楼的住他就讲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我们就统计好，我们就向那小农下单，小农就直接下就 order 下来了。那当初主要目的是帮助小农开创第二个 channel， 因为他有一些东西可以直接卖，或者一些管道可以卖，但是我刚刚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放的耗损率很大，所以他只要放在家里很多就会耗损掉了，所以我现在只是有第二管道，他如果能够尽快的把它处理掉卖掉之后，哎，其实 win-win 嘛，那这些大楼的住户这些同仁也可以吃到最新鲜的又好的东西，而且呢相对的也比较便宜，因为少了中间层的一些，我不能讲剥削啦，但这是必要的哈，就是少了一些中间层的过程哈。就其实简单来看就是一个 APP， 用一个 marketplace 撮合供需双方哈。那我们也在做无人机，跟各位讲就一样的，就我们希望透过影像然后去做一些分析，但是这里我一再讲的，我们是做黑手，我们当然都结合到 domain 的专家，像农委会农事所的人哈，我大概接触的政府单位里头哈，博士最多大概就是农委会，你随便问问都是博士，而且呢你我们在说，哎，你今天都很懂农业，你去问啊，大部分都，哎，我也不懂，我只研究苦瓜，而且他研究苦瓜是某一种品种的苦瓜，因为博士读到深的时候就很专精了，他那越专精之后他对别的人越不敢讲，但是再不敢讲其实他也比我们厉害很多了，就是你问他那种南瓜他不懂，我只懂苦瓜啊。OK， 那这边就做我刚刚讲了做很多的影像分析啊，你就可以想象的了哈。OK， 我们最主要就希望能够撮合一个，不管从验证啊、餐厅啊、销售啊、消费者、物流啊，因为这边都会有关系的，代耕啊，哈，然后到无人机啊、一些设备啊、物流啊这些整个的一个循环，我们希望能够弄好，做一个整个一个供应链哈，一个生态圈，能够真正我相信这农业，未来还是。人再怎么样都一定要吃嘛，你可以不玩手机，但你不能不吃饭吧，对不对 ？OK， 好，剩下10分钟多一点啊。各位，好，那个谢谢，我们是先谢谢王学长今天给各位的分享哈。那这里面有非常多实作在科技，在实作在这个农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辅助哈，那特别是在这种产销的平台又跟电子商务做结合，这也都是科技很重要的帮助。那不过王学长也确实就是实际分享到说，在
科技人的思维跟实际那种使用者的思维其实是都会有落差的。好，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开放同学们提问？好，来，这边已经有一位同学举手了。刚刚不是讲多农，刚刚那些思维，你跟他价格都很贵，那这样的话，农民跟台湾的厂商就大多都是有价格。大部分小农买不起，这样。对，对，大部分是，所以呢，你该怎么办？所以这边就有代耕业者啊。就是因为太多小农，所以他就我刚讲有代耕业者，就我去做代耕。大部分两种做法了哈，一种做法像美农那边哈，有美农人嘛，美农那边很多的做法就是说，我今天要种什么？我要去架架子啊！我希望找更多，我就找了很多的朋友邻居，因为大家都在种这个嘛。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这样子。那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代耕业者，就是我买机具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台几百万、几千万，我买，但是我会替你向你收钱嘛。那你也愿意付一点钱，小农？谢谢。哪里？学长，我想问，就是平台是不是未来的趋势？什么？平台是不是未来的？我不敢讲哎，坦白讲，我个人对资讯是有一点，我快退休了，所以我说我是觉得资讯的发展对人类的是蛮辛苦的。本来人类可以过得很好，我们在讲从我做资讯的第一天开始就讲说，资讯人，资讯是一群聪明人在做糊涂事。不好意思，但是你说平台，我觉得，你只要找到你那个需求了，我觉得最终这个件事 back to the basic 是说，你到底要解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问题？所以有一句话，包括我们所里头啊，我们从那个所长就一直在定一件事，就其实爱因斯坦说的。当我在解一件问题的时候，其实95%在发掘这问题 problem 是什么东西。你要先解这个问题是什么，你不要去，因为我们在科技人常常有很多的，很多的假设，这样轻松多了。很多的假设，你假设怎样？其实那假设都是虚的，所以你要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你要先去想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平台只是 one of 一个工具。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啦。哎，刚才说那个小农可以透过平台直接交给那个工具使用者，可以减少中间层的剥削。是。那为什么其他都不透过平台，就不用透过中间层？OK， 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有一次跟那台大农学院院长还有很多教授他们在开会，我们在谈合作。其中有一个教授就想讲，我们应该打掉这些中间商嘛，什么大盘商啊这些哈，另外一个教授当场就说，他某某某，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我爸就是那个大盘商啊。他说我从小哈就看我爸那个，他就包那梨山的水果哈，那梨每次台风一过后呢，他就紧张啊，对不对？因为他要上去也不是，其实这。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存在。那你刚刚讲的一样，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平台或这些时候，其实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在推这件事情一样了。我们在推刚讲那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难度上，你要取得一种彼此的信任，而且呢，你要创造那个经济的规模。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刚开始推的时候，农友寄来的东西，我相信也不是恶意啦。那寄来的香蕉几乎都是烂的，就是后来我们就跟他讲，都是烂的。那请问一下，你今天买到一个烂香蕉，他后来有补啊，但是后来其实那个买到的人心里不舒服。所以其实我不能讲那是 yes or no 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需要找到那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基本的就是我今天供跟需的基本的问题是什么？那这边的问题很多啊，譬如说对那个供应者来看，他卖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时候有多少量？譬如说讲了主妇联盟，听过吗？他们就有说，我参加的会员，这是一个案例哈，就主妇，他就去你交了变会员，他就每个礼拜给你什么菜。问题来了，假如这礼拜这一阵子产这些东西，哇靠，你每个礼拜都吃同样的东西啊，
几乎同样，你会受得了吗？对不对？你受不了啊！所以他会员数这样定的又越来越少嘛。我去菜场，我还可以看到很多元化的。所以其实这边有生产跟销售的问题，这样子是。想要使用，那我想请问，就是在过程中，学长是怎么说服那些农人去使用的？我这出发点一样呗。你因为你用"说服"的字眼，因为其实那个是没办法说服的啊。就我不愿意举一些人生这样，就有一些人他就这样，他就这样啊。你要不要把他说服说其实很好用啊？这是很难的事啊。对不对？你要从 fundamental 开始教他，我觉得这一样 back to the basic， 就是说，其实我们就讲举例啦，就后来人家就跟我们讲说，哎，其实你要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举个例哈，他譬如说他们又有人做手机，做那个甜水的灌溉，也那个田里的灌溉，他只要监，他只有一个第一个看，哎，我今天这田缺水了，然后呢，我只要按一个键，我要让它就开关一样了，好，我让它开始流水。一分钟啊，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按那键，这样就 that's all 啊。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我觉得反求诸己，就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更了解他们的需求，更了解这样设计一个简单的，不要复杂的，这样我只能这样回你。但我假如你现在要去说服，我觉得那是 sales 一般的时候，那难度太高了。我的经验是难度很高。是不是就慢慢你就可以不需要，就是用到一些农民之类的，你就可以自动的去做这些洒水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很难的，因为假如你自己在种有种过的，因为这变化一直在变化，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会变化的，就是因为这个逻辑比较像那个生产制造的流程，我东西放好它就固定这样了，但是不一样啊。就是譬如说我今天那个水闸，举例而已哈，水闸道看来，哎，可能有个什么东西把那水闸道卡住了，那怎样？那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农这边的乐趣就是，我觉得对我来看乐趣就是有一些变化，你今天做这个事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但是呢它一定会有结果。这结果譬如说我前几年种了那个南瓜，我种了60颗南瓜，那时候我就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哎，今年不要买南瓜，我60颗南瓜，一颗南瓜人家结20-30粒，我不要结那么多，结5粒就好了。我靠，我带几百粒南瓜，我怎么吃的？其实我不喜欢吃南瓜哈，那我就一定吃不完嘛。结果一颗都没结啊，那这也是一个经验嘛。所以我是觉得活的东西，其实那大概没办法取代，完全取代人呐、啊。我们的目标只是让能简化而已。嗯，这是我的感觉。